我在家里有一个桌子，然后我所有赢过的奖牌都在这个桌子上，然后但是奥运奖牌不会放在这个桌子上，我已经有一个地方在我屋子里，我会把所有的就是这些比赛的衣服帽衫什么就是号服我都会挂起来，然后有一个在我的窗子上面的一个地方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个是我要挂奥运奖牌的地方，已经好几年准备好了。